好久不见啊。嗯，这次我们的 vlog 开始以后，已经是上一次三个月以后了，还是四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了。三个月吧。三个月，我觉得你在这三个月里面成长了太多了。啥？在人际关系方面。哦，我也觉得。对，听说我们上一次的视频非常的火。对啊，所以我们这次争取这次我们的播放量啊，再高一个台阶啊。这一次的话，应该没有上一次高。对了，上一次其实还挺精彩的，你有看过吗？我看过啊。你是不是非常好？你是不是自己还做了一个 reaction？ 对。嗯，是不是你又吐槽我？我吐槽你什么？吐槽，可能吐槽的太多了。我觉得你这三个月在人际关系方面成长了太多，把你前三年想要认识的人全都认识完了。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幸好有些人都出去了，不然也都被你认识了。就是机缘巧合的问题，知道吧？这就是命，是吧？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时间点那个一到就没办法。挺好的，看就是那一次，一说完没两天，看我看粉丝的弹幕就已经看出来了，你已经有进步了。我都是看粉丝弹幕的，跟时间没关系，就是这样，如此之巧，再加上我本身魅力比较大。嗯，来把口罩摘了，看看魅力。没事，这个就需要隐藏的魅力，怕口罩摘了就光芒四射。若天下姻缘，皆惊鸿一面。这世界何来纷飞烟？月老手中线，到底如何牵？说得清又何来珍贵可言？是你的眼神说的脸，只因我靠近你身边。当我看你的眼，音色很不错，专业点睛的，相视无言。苍天许下的愿未曾改变。好，可以了，可以了。好，你把那个绿色内鬼打开。我的和声内鬼打开。对，你的和声是哪一鬼、啊？我给你唱了一个导唱。你的和声是紫色吗？紫色。还挺多的哦，挺多的。月老手中线，到底如何牵？说的情又何来珍贵可言？是你的眼神说的脸，好，我们就先这两句吧。你身边好，停好困难啊，你听一下，你再听。月老手中线，到底如何牵？说的情又何来珍贵可言？是你的眼神说的脸，指引我靠近你身边。这两句简单的，还有更难的。月老手中线，到底如何牵？对，很简单。是你的眼神说的脸，也很简单的。好高啊！嗯，有点高。但我唱的话高的话，你就唱还好。不，你比较厉害。副歌稍微唱点，稍微难一点，但前面的主歌应该是还好的。你听第二个主歌那个哈哈 哈的部分，其实对。不愿负流年，叹往事如烟。这个简单吧？对，然后下一句。你是给的成全所有的思念，一生只愿与你相见。这主歌比较简单的。你要给萧敬姐唱好一点，刚她走的时候是这么嘱咐的啊，是不是？怎么说呢，只有尽力吧，萧敬姐。看我这虚弱的样子。因为你之前不是 mini live 的时候，你还给他们唱过一些和声吗？你们唱那个 SHE 的那个歌的时候，对对，就是代表你还是有一点乐感的嘛，不是那么不堪的。那个是临场发挥了，这个的话定好的话，其实那就更好，证明你是天才。对，谢谢啊。不说话，来吧，进去吧。月老手中线，到底如何牵？可以啊，我觉得。
可以的，可以的。你每一次那个嗓音条件不好的时候唱出来的歌都是高点击率的。这样的话，对对对，因为你这个音色就比较特别了，你知道吗？以后就保留这个音色啊。好的，多来几根。走起，走起。来，我们试一下啊。时间何来纷飞烟？月老说中仙，到底如何牵？好，好听，好听。等一下啊，我先听一下。牛啊牛啊牛，太好听。真的好听。好，我们再录一个一样的啊。嗯 ，double。等一下看听听。来，我们试一下。唱唱唱，再唱一个。这世间何来纷飞烟？月老说中仙，到底如何牵？好，放两边听听看。月老说中仙，到底如何牵？哇，好听，是不是？哎呀，天籁啊！天籁，天籁。好，听后面那句啊。是你的眼闪烁的脸。好听，就是这个，就这个，就这个，来。最珍贵可言，是你的眼闪烁的脸。好，我知道怎么唱。好，那我们再来啊。哎呦，有点上不去。没事，你先试一下吧，好吧。那情又何来珍贵可言？是你的是啊咋了吧不知道疯了是你的眼闪烁的亮对对对好我们试一下啊是你的眼闪烁的亮那个眼有点唱不进去可以可以是你的眼闪烁的亮好我们再来一个啊有了已经情又何情又何来珍贵可言是哎 sorry 我们再来一次啊他紧张了录音室紧张了活该了珍贵可言是你的眼闪烁的脸有啊有啊来啊哎放出来听听看是你的眼闪烁的脸有啊好听有有有有了有了有 了, 有了好往下走往下副歌，哎呀，副歌不会。当我看你的眼，我高不上去啊。唱低的，唱低的。当我看你的眼，丢下去啊。是只有渐渐哪怕相视无言。好，先听这一句啊。丢下去。当看你的眼。你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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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的你可以的来吧真的不行来试一下你放松上就可以了你再放一遍我都不知道咋唱放一遍听多听几遍啊我看你的眼哎如果你假声稍微柔一点点呢也行唱上去也行但是后面我看你的眼啊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对不行我唱错了不是看你的眼当我看看你对对对看你的眼看你的眼看你的眼到底是哪一个两个都可以看你的两个都可以都是合理的你再试一下、哎、你唱高的试一下来唱高的先来你虚一点没关系嘛反正它是垫在后面的嘛好吧我们试一下当我看你的眼睛你身边当我看你的眼我会跟着他唱当我看你的眼我会想唱主歌来一次啊来再来一次当我看你的眼当我看你的眼这不行啊瓶颈了我跟你讲在录的第几分钟突然出现了瓶颈我要录清楚你那张瓶颈了发疯的脸当我看你的眼这样行吗可以可以任凭沧海桑田好了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好我们再来一次啊任凭沧海桑田沧海桑田对对对对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这个 OK 继续啊我们再来
是炙热心倦，哪怕相视无言，任凭沧海桑田许下。哦天哪，这句可被取消掉，天哪，好难啊。还好没不自信，唱对了，他已经对了，对的呀，可是就是你要再准确一点点，对，就是对的，音是对的，只是你不太自信，不要犹豫啊，我们再来一次。哪怕相视无言，任凭沧海桑田。好，第一个字同慢了半拍啊，我们再来一次。是炙热心倦，哪怕相视无言，任凭沧海桑田许下。任凭沧海桑田许下。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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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许下的愿未曾改变。不就好了吗？可以啊，就是这个啊，再来一次。说实话，还是没听到。你录的时候听。来吧，来。真的，你录的时候我也听不到。好，来。许下的愿未曾改变，沧海桑田。许下的愿未曾改变。好了，有了。我像突然像那种礼堂里面的那种。好，往下。想要送你，想要送你所有的思念。这是高的吧？对。好，这个高的。想要赠予你所有的思念，对的对的，好，来。你写给的成全，想要赠予你所有的思念。好，注意一下节奏啊，我把伴奏关掉，把那个 BB 关掉啊，再来一个。当我看你的眼，是的。当我看你的眼，当感觉被敲了一样。当子当当当，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的不行，我就要转，我就是那种喜欢添加一些。不要不要加这些东西，就是直接来，简单一点啊。这个歌你要帮他配好。你不要抢戏好不好？就要抢戏，就要抢他的戏。好，来。一万千里里再见。可以。嗯哼，往下走。最后一句啊。幸福再见，幸福你的侧脸，幸福你的侧脸。好，可以的，来，许下的愿未曾改变，一起吧。请，又到了这儿，我天哪！请，抚你的侧脸，会不会影响到收音机这首歌的质量呢？可能会哟。那试一下好不好？先试一下吧，好吧。幸福你的侧脸，许下的愿未曾改变。Yes， 收工。这是哎，这是萧敬腾演的这部剧吗？对。你像个疯子一样，刚才录音的时候，这就是我的状态啊！我真的很想揍你。每个艺术家都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录音的风格。很想揍你。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录音的风格。怎么样？好听啊！好听。刚才的唱的很好听。萧敬腾唱的更好听。你说是不是？明明自己能做到。刚才又不自信，你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啊？就是要这样子，要先谦虚一下。我在里边给你那个声音，谦虚一下。真的啊，明明可以做得到。我是什么演出？祝如意芳菲，收视长虹。首先这首歌就让这个增加这个圈的收视率。哎，我们这个歌是2块钱下载一次，你会付费吗？我会付费的，我会到时候买10张送给亲朋好友。哎呀呀呀，送给给20块吧。对，好，好 ，yes， 好，给萧敬腾说两句，说完成任务了。好，萧敬腾，就是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完成，你觉得自己打几分？
分多少分？满分100分。嗯，打90分吧。啊，这么高？这么低，都差10分了呢。啊，可以可以可以。还有差了10分，你知道为什么要差吗？为什么呀？差的是他今天人不在是吧？对。小腾，发现你很会。哎呀，我还是没有你们会，我就是跟着你的思路在走而已。好，这样子。好，打板。Fuck!